国粹精髓，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中学品牌服饰冠名播出的教学视频，我是本期的主讲张教练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极限美操的难度教学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组和我们合作。如果你想了解到更多健康和养生的知识，可以关注我们公社的官方微信平台。如果你想学习到更多更全面更系统的教学视频，可以来到我们公社的官方网站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开始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难度呢，叫做夹肘后倒俯卧撑。下面请看我做动作示范，首先是正面示范。下面我讲解一下这个难度。这个难度呢是在夹肘俯卧撑的基础上开始做的。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夹肘俯卧撑。夹肘俯卧撑呢就是胳膊与地面垂直，然后呢做俯卧撑的时候，这个肘呢是竖直冲向正后方的。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呢，要有一个后倒动作，是用你整个小臂的后半面去这样，就这样着地再起来。对于你的这个手臂力量有一定的要求，所以说在平常的时候，大家要加强一下手臂的力量的练习。那么我给大家推荐几种俯卧撑，第一种呢是这种，一个手呢放在这个位置，另一个手呢往后放一下，一、二。第二种俯卧撑呢是这种，把你的手这个虎口呢是朝向前方的，然后间距呢和夹肘俯卧撑一样，身体重心往前移一些，一、二、三。俯卧撑呢是这种宽距的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三种俯卧撑呢可以作为一组，然后呢是做上20组，每天做3大组，这样长期下来你的这个肌肉力量就会有很大的提升，做这个难度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再就是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夹肘后倒俯卧撑在往后倒的那一瞬间呢，这个重心是往后的，然后通过你重心往前移，同时这个手腕往前一拨，通过你这个手腕力量把你这个身体呢是往再给撑起来。那么对于加强手腕力量呢，我也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，这样做，一、二，这种俯卧撑呢就可以练习到你的手腕力量，对于你的这个夹肘后倒俯卧撑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QQ群组和我们分部。如果你想了解到更多健康和养生的知识呢，可以加入我们公社的官方微信平台。如果你想学习到更多更系统、更全面的教学视频呢，可以来到我们公社的官方网站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。好了，下期再见。